给我墩儿又有什么用呢？开始。方便面不错啊，方便面其实快，方便面不错啊。杜淳，接下来你的任务，方便面，我就拿着墩儿去抢那个方便面。哇，知道什么进度？冲啊！冲啊！本家啊，冲啊！哎，我发现 Peter 已经忙了半天，还没有咬动这个。我帮你一口啊，好吗？好，冲啊！大口一点，给一个吧，给，冲啊，冲啊，给！哎呀，好冰啊！你来吃这边，我给你一个。可以，那边是啥？海涛，相信我，那个是节目组为你考虑的，相信我，因为好冰啊，因为他们考虑到他们会结盟对付你，所以在这里有准备一个你最爱的食物。相信我，而且涛涛，涛涛。到时候你就懂了。开始，再一天，开始，再一天。墩儿已经下台了。海涛，海涛，作为你的好朋友，你再踢远一点，我帮你立起来。海涛，海涛，我想问问，为什么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，我屡次看到你的背部？马老师，我不敢相信，这么多轮过去了 ，baby 还在吃那块西瓜吗？太实在了，而且 baby 吃的可惜了，他居然还在吐籽。好，开始。再一天。为什么没有筷子呀？啊？春哥，春哥，春哥，春哥。开始。春哥，春哥，春哥，我说一下，下一个镜头是这样的。何老师说开始，我就。春哥，春哥，作为一个公正公平的节目，何老师，何老师，何老师。怎么了？你要给他筷子，我就把他吃了。啊，吃吧，吃。哎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还没有见过活人吃墩子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感受一下。你给一只行不行？啊，给一只。给一只，他可以掰折，那不一样吗？你还给出主意？有没有人过了？不是一个公平的有。我觉得我也觉得再给他一个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把你的墩子扔那么远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都扔到河里了，都被扔到河里去了，对吧？那给一只，给一只，给两只，给一只，给一只吧，给一只，给一只，好，给一只，好，好。对呀，这不是一样吗 ？Baby 并没有在管三二一停，他一直在默默的、慢慢的吃，而且到后来越来越难，因为平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再一点，我敢看到他在你肚子里就着水慢慢的发酵起来呢。涛涛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跟我说过你最爱吃？我这个有没有很贴心？贴心。如果没有这个，直接吃这个会不会死？又黏住呢。好 ，baby 加油，你快了啊！开始。再一天，他有希望啊！开始，再一天，开始，再一天，好，一个你完成了。渐渐的，游戏比较明朗。最后一勺面和一点馒头之间的竞争，预备开始，再一天，海涛加油啊，还有希望，预备开始，再一天。说吧，说吧，
说说说，没事，这个馒头真的是好劲道啊。